这样人生不会很。对，所以说真的。女生做什么动作最吸引你？漂亮的笑容，送巧克力、送花，或者准备早餐，我觉得这个很不错。对我们泰国人来说是一定要准备，就是基本的，就是除了这个要还准备一个惊喜，我是让大家觉得啊，他今天他是一个特别的人，不管是他的生日，或是情人节，我会可能是好好准备一个惊喜，让他很开心。最浪漫的是有很多，然后我可能其实我的秘密，特别满意眼睛，爸爸的眼睛。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三个形容词形容自己的个性。安静，我有什么忠诚，然后过分认真，我对我自己很严格，就是练一百分是不过，因为我做一百分，我会觉得啊，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。我现在在学怎么可以 enjoy。我做这个成功了，那我要花一段时间 enjoy 我做的，我得到的。参加无敌全开，然后冠军，不是深夜的时候，就是我还在做这家店，这个感觉，因为这里我们都是自己做那个装潢。我在这里工作十几个小时，然后那边跳舞三个小时。然后那时候好累，老师一直跟我说两块回家，两块回家休息，你老说看不下。对，冠军，你是冠军。可是练冠军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我哪一个部分我可以做得更好。可是我一直冠军呢，没办法，一百分之一的放松说好，我很开心。你这样人生活很累。对，所以说真的身体很累，真的要relax。你是什么星座？水瓶座。